食物的话，一般来讲，多食含雌激素的食物，富含雌激素的食物，对排卵是有好处的。比如说豆类呀，还有小麦呀，还有这种像葵花籽啊、洋葱啊这些东西，它包括谷类这些的话，它都是可以促排卵作用的。另外就是高蛋白食物，像奶呀、鱼呀、虾呀之类的，然后就是蔬菜、水果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提高一个促排卵的作用的。